一口。这都跑那儿了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我们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切切。对，他们都跑了，他们都跑了。
好嘞，我前面便利店，我去买一个。我到前面路过便利店去。买。没有，我刚下了地铁，刚下地铁。我看看前面有便利店没？我那儿有个烟酒店，到那儿买一瓶。哎，对面就有便利店。好嘞，拿听装的吧，看看凯撒、青岛、雪花、山城。乐宝吧，哎，这个袜子怎么卖的？来，我给你看一下。你选的话，你帮我去看，我给你看。买两罐吗？还是买一罐？买一罐大的，一罐小的吧。虎牌儿，百威，拿瓶百威。
怎么会存在风险？怎么会存在风险呢？对呀，啊，可以了。月拉岛收款13.50元。不是，怎么又会存在风险？就是我最近微信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老是好几次了都。就是提示我存在风险。就是自从什么时候，就是我这次出发，从那个被人投诉了我微信，不会吧？自从谁他妈投诉老子，他妈天天被骗还投诉，被人骗还投诉我。然后就是从我第一次提示这个是什么时候，就是我这次出来去火车站买车票，然后就是微信就刷不出来钱，我就是用支付宝付的。后来我提交了我的身份证，然后好了，然后前天晚上又去楼底下那个便利店刷，又是这样，然后又用支付宝刷，然后第二天这微信就又能用了，然后今天又不能用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天！就是自从我身份证丢了之后，他就这样了。是不是因为我身份证丢了，或者说是因为我之前被骗的时候，你们记不记得后来有个人说找我问我被骗的那个事情，是不是因为这个？这样的吗？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就是我身份证丢了，这应该怎么办？改密码。行，那我回头打电话问问微信客服，看看他妈到底咋回事儿。反正我补办了身份证，我身份证丢了之后我补办了，现在还没出来。挂失怎么不用挂失吧？怎么挂失？我报警了，人家说不用。我打电话给警局，警局说不要。我去办身份证的时候也问了一句，
对，我就是问了警局，人警局说就是现在都要人脸认证，所以说那个不用。我就我丢了，当时就给警派出所警局打电话了。请我打电话问问微信客服。Hello， 戴戴。这就是洪崖洞，对面就是。哦，洪总。我们到了。就是存在风险，显示存在风险，什么什么解决，就是显示那个。坐游船两江游。到了。到洪崖洞了。我们到了。